这个大合照的现场是在苗栗市的武文昌庙，民进党籍的苗栗县长参选人徐定真一大早跟总统蔡英文来到这里参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仪式完成之后，蔡英文也把准备好的匾额赠送给武文昌庙。不过正值选战期间，在这个公庙的主委介绍与会的嘉宾的时候呢，一度口误直接称呼徐定真为县长。今天就是县长呢抽空啊、百忙之中抽空到我们武文昌庙来赠匾，非常的感谢他。那我仅代表我们武文昌庙的管监委员，我们全体的工作人员，很感谢县长啊、那总统，对不起，感谢总统，总统蔡英文一大早来到苗栗，合体了徐定真一起跑行程，从上午的10点开始现身在苗栗市，之后会一路持续到下午的接近1点都还在苗栗县境内。不只是参拜苗栗市的武文昌庙，接着还要到通宵合体通宵镇长参选人杜文清一同造势，最后徐定真会陪着总统来到院里参拜公庙。蔡英文在3小时之内要跑3个站点，为2度挑战苗栗县长的徐定真助攻浮选。